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。我希望成为一个给大家留下记忆的演员。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一起看轮回。Hello, Big Bang 来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，在梦回城市爱情生活一下。七娱乐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安宇。我一直不否认自己的梦想，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刚好有一分不差，到了我当时所在境遇中的最好的时候。看到粉丝考过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？哦，看到了。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一个大帅哥，你们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不喜欢胖子，他也都有一颗变瘦的心，但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去因为可能爱吃或者怎么样就变得胖胖的，但是他们的心地都很善良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善待每一个胖子。